同学们好，欢迎大家进入酒店管理原理课堂。今天我们学习第一章《酒店管理原理》课程导论。今天课程的学习要点有：本课程的学习意义、课程的教学团队与教学方法、课程的学习方法。一、酒店管理原理课程学习的意义。一点一。 酒店业是一个拥有广阔前景和丰富就业机会的行业。酒店业既有悠久的历史，又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最早的酒店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客栈，在意大利南部旅游胜地庞贝和赫库兰尼姆还留存着几千年的客栈遗迹，从中可以对古罗马时期客栈。 有一个基本了解。同时，酒店业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行业。世界各地风格各异的酒店，往往成为一个地区标志性的建筑。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成就，都可能应用于酒店。图中我们看到，这是迪拜的地标建筑帆船酒店，这是新加坡的金沙酒店。 建在近两百米高的楼顶的船形空中花园及无边泳池，成为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奢华酒店。课程中将带领大家领略这些杰出的作品。酒店业是旅游业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一个朝阳行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酒店旅游业的需求会不断提高。根据世界旅游理事会 （World Travel and Tour Council t o u r Council，WTTC） 发布的调查表明，二零一六年旅游业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综合贡献达到七点六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百分之十点二。在就业机会方面， 旅游业共创造了二点九二亿个就业岗位，占全球就业总量的十分之一。世界旅游理事会总裁大卫·斯科斯尔表示，面对全球经济挑战，旅行和旅游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成为推动增长和就业机会的源头。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旅游市场发展空间，吸引了众多国际著名酒店集团来投资布局。世界知名酒店集团前十位全部在中国进行了投资。根据2015年中国旅游饭店协会的统计，洲际集团在中国管理的酒店数达到265家，万豪集团。 二百二十五家，雅高集团一百六十六家。在这个拥有广阔市场前景的行业中，同学们通过学习后将会拥有丰富的就业机会，不出国就可以到国际酒店企业实习或就业。通过努力工作积累，会拥有不错的待遇和发展机会。 且星级酒店拥有着工作环境好、福利待遇好、有较好的培训机制等优点，使之成为吸引年轻人奋斗的乐园。一点二，旅游酒店业是幸福产业。旅游酒店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程度、开放程度。 也反映人们的幸福指数、社会和谐程度等。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被誉为五大幸福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显。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测算，二零一六年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 达到百分之十一，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超过百分之十点三，综合效应愈加显著。李克强总理在二零一六年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旅游业不仅仅是服务业，是覆盖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 对于扩就业、增收入、推动中西部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意义重大，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重要作用。大家为幸福产业学习和工作，会有更强的使命感。 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一点三，酒店管理有很多值得探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酒店管理原理是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必修专业课程。该课程涉及到管理学、营销学、心理学。 社会学、文化学、财务管理、旅游学、建筑与装饰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酒店拥有着不同的业态、管理模式、产品和市场需求等，如何经营管理好酒店，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有很多知识需要我们好好学习，有许多课题有待于深入研究。同时，酒店业作为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职业能力、职业素养、人际沟通和外语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较高。酒店管理中的核心内容是如何管理人。 如何处理与各种人的关系问题？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和对能力的培养，对同学们今后从事服务业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如外事接待、营销推广、咨询服务、航空服务等。二、酒店管理原理教学团队与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核心教学团队由华南理工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魏巍教授领衔主讲，教学团队还包括郑中强副教授和曲波博士，同时也将邀请知名酒店集团的职业精英及美国知名高校酒店管理教授走进课堂。 与大家分享行业的前沿发展动态。教学方法将采取视频直播、课程见面课、翻转课堂、课后随堂练习、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我们在课程中还穿插一些有趣的互动环节，从而将知识性、趣味性。 互动性等结合起来，以便大家更好的学习掌握课程知识。三、酒店管理原理学习方法：酒店管理原理慕课课程是一种教学改革的尝试，它打破了过去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方式。慕课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及大规模的在线开放课程，从2011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实施 OCW（Open Course w e l l 开始，2008年正式提出默克术语，吸引了大量高校加入，在线学生人数急剧上升，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国内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高校陆续加入慕课行列。慕课突破空间地域限制，将大量的学习资源汇聚网络，其中不乏世界著名高校的优质课程，摆脱固定时间场所的约束，学习者通过在线方式。 可以自由合理安排自己学习，其开放特征受到广大学习者的欢迎，但这种近乎自由的知识传递方式对学习者缺乏约束管制，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学习质量难以把握。因此，要求同学们加强自觉学习意识，按时收看教学视频。 及时完成课后练习，积极参与教学互动，认真思考视频及论坛中提出的问题。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学好这门课。同时，也希望在这个慕课平台上，我们和不同学校选课的同学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好了，今天这节课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